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一个这样的小套装，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三个感叹号，对，你没有看错，它就是一个三个感叹号，然后是 Mission Undercover。 在这个套装里面的话呢，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 DIY 的小工具，你可以用这个小工具呢，是去给你自己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装饰、小的美妆，然后在这个小盒子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玩的贴纸。这边是它的一个附带的日记本或者是笔记本，你可以在笔记本里面呢写上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边是一个 DIY 自制我们口红的一个小的口红管，然后如果对自制口红感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频道当中也有非常多的 DIY 手工制作口红和唇膏的视频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可以再来看一下它的其他一些小工具，比如说这边我们可以给它做成一个圆形啊，或者是蝴蝶形，或者是小花形的一种贴纸，可以把它贴在我们这个小的夹子上，它其实呢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头发夹。然后这个是它的模型，我们先把它画好了之后，可以把它在纸上剪下来。在上面呢，我们也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蝴蝶，或者是其他一个小的造型。然后我们是把这个小花和小圆的小叶子呢，是给它剪下来了，可以把我们这个剪下来的这个材料中间扎个洞，然后去穿在我们的发卡上。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酷，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娃娃身头上，或者是把它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装饰上，也可以把它做成其他的一个形状，比如说小蝴蝶，或者是一个小蝴蝶和小花的一个这个搭配。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给我们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频道每天都会更新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